么在这儿？吓死我了。你说我怎么在这儿？全是汗，没那个胆子就不要说那种话，说了又害怕。我刚看你下台，都快同手同脚了。你别说了，我这都是为了谁啊？其实刚才在台上，我说完那些话之后，我特别怕挨你骂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上次收购事件之后，我答应你要好好做人的，现在我不当人。你的觉悟还挺高。对啊。不过，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。穿上队服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无关性别的身份，队友。成哥，成哥，开门！时间到了，看来你还是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。我不会说漂亮的话，也不会说莫名其妙的对不起。我只知道，我想和你们一起赢每一场比赛，不想缺席任何一场比赛，不想再让你们失望，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绊脚石，想做你们的队友，直到某一天能够站在你们和我都想站在的那个世界的巅峰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明明是维护队友，为什么要被这样看待？大家都很感谢你的维护，所以我们最终还是玩了那个游戏，就是为了帮你少带一点节奏，争取多弄一点证据。还有我也很感谢你的维护，但我并不是让你磨去自己的棱角。小姑娘，我只想你知道，在保护别人的时候要先学会保护自己。队长，陈哥，干什么呢？快开场了，去比赛了。说没事，你跟对面战队打野眉来眼去干什么？眉来眼去是这么用的？我这明明是刀光。算了，先打比赛，回去交代清楚，不说清楚别进门。他们让我拿 MVP 只是因为他们想八卦我和许泰伦。说吧，想好了再开口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在洗手间门口遇见了许泰伦，他问我之前直播被问起电影院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帮他洗白，还要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带节奏。你说什么？嘴长在我身上，我爱说什么说什么。没毛病。然后呢？然后他问我打假赛放水能不能让我闭上嘴，凭本事能赢的比赛为什么要他放水？我说不能，然后咬了他一口就跑了。什么？我跑了。前一句我说不能，后一句我咬了他一口。是你说不让我打人的，我咬人总可以了吧？又不会咬死他。所以第二场比赛开始的时候，许泰伦手臂上缠着纱布，是你咬的？对啊。在这站着，不许去隔壁。你们谁都不许给他开门，
陈哥，他怎么了？垃圾桶里面找东西吃，外面沾着酸酸味儿。垃圾桶？他这么不讲干净的吗？你就当他没说。哎，惹我哥生气了呗。嗯，什么呀？帮我开门。拜莫能助。哇！哎，我要这个。给你看，谢谢。这什么？汉堡。汉堡啊。给你拿咖啡。OK， 谢谢。汉堡啊。没定你的。有，我都看到了。拿出去吃。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？扭头就跑，报警，叫救命。叫谁？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叫谁？你坐下来吃。这世界很酷。